怎么带上？大家好，怎么在上啊？我们回来了。Oh、今天我们又再回来拍 Nerf Gun 的系列。哇，很多选择，但是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要拍 Pistol 短枪，就是这个 Knockout XX100。哇哦，美，它有蓝色跟红色，可惜没有蓝色了，卖完了。Let's go。The bullet in， 下这个要拦，啊，哦，哦，要推回去 ，OK， 哦，哇，哇，很大力耶，很帅啊，这个 reload 法，就好像真的 pistol 一样很，哇 ，Oh my god， 这个是单发的哈，所以你射一次就要 reload 一次啊，买了一整桶子弹哈，自从上次开箱第一把，我们很缺子弹。所以我就去 Shopee 买了很多粒，买了100粒。买那个正版的那个子弹太贵了。哦，这边可以放子弹，那边还可以放多2粒。哦，哦，美啊！没有像之前那把那么稳。哎呦 ！Oh man！Oh man！ 第5粒啊！哦！哦！哦！就是这样吗？某某狗。红一张。所以先射到就赢。哇！哦！好了，现在我们去到最远的，我的家最远，然后我们要放 final boss Mikey。哦，差一点。哎呀！哎！啊！哇！歪到这样。呀！对，我们会继续射多一 round。Let's go。大枪 accuracy 比较准，这小枪很不准。我们 try 了应该有几百多粒，打一远就不准了，一点点一点点就歪掉了。我们其实好几次都闪过去这样的。我们进入了对战的环节，现在的玩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箱子顶着，还有这个可以这样子可以来。我会分两边啊，每个人会说自己的 base。有个额外的玩法就是我们会放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后面，射到我们的人或者是射到这个也是死了，一个人3条命啦。然后 Dennis 又没有带他的面具来，所以我只好戴这个。之前我们有那个面具保护脸的，可是他没有戴，只好有个眼镜来保护眼睛。Don't try this at all. Don't try this. 我会放这个盒子在这里， Dennis 的墙壁比较小一点。你看，我的四方形，你的正方形要长了。你看我的，然后就要爬子了。等等啊，平分子弹。Are you ready? Yes. In 3, 2, 1, go! Oh my god, it's really cool. Oh shit. Oh my god! Okay, okay. What's the for me? Okay. 3-2. Okay, 3, 2, 1, go!哇哇！啊，这么严谨子啊！不是要倒没 ？OK， 我们再给他倒。哦，OK， OK， OK。好的，然后就2-2，继续。哎呀，叔叔，你看，这里是开门哦，你看，这里是，这里是，这里是。
哎呀，又倒又倒。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.